下去，下去。不行，吵！下去。不可以。
了一个味道。嗯，没错，都很棒。很多奇妙，台东的。对。在 Costco 买的薯饼，哦，专属于你的杯子。好，握手。好，我弟来，过来，握手。好棒，哦。换底颜色下去，它这个酱里面这个是洋葱，超爽的。哎呀！芹菜佐这个红萝卜，还有蛋，蛋白。Good morning。现在呢，十二点要做运动，所以我现在喝一点豆浆，跟吃一点巧克力。有你就最强。不要生气。别看饭啊。
没有罐罐你吃不下去是不是？你再不吃，乌迪要去吃喽。又煮了牛肉番茄汤，但煎的料比较少一点，把冰箱的食材这个倒下去煮一煮。5点钟，我真饿了，因为现在其实一天大概都吃两餐，没有加红萝卜，真的味道我就是少一味，可是还 OK 啦。是连续第7天记录我吃了些什么。这个疫情真的是让我跟厨房变很熟哎。吃什么，然后就会上网查看看食谱，然后自己做做看，觉得还蛮有趣的。如果可以自己做的话，是可以更健康，然后又更符合自己的口味。就例如说，你想多吃点菜，你就可以加爆它。这一阵子呢，改变了一点点生活形态，我觉得其实也是蛮好的。这过程当中，其实厨艺有变好了。跟大家分享我这一周到底吃了哪些东西。好，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记得帮我按赞、分享、订阅，然后也可以留言在下方。大家再会。